放松放松。放松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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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点垫起一起那个环丝巾。好。没关系，他平常会这样吗？没关系的，今天比较严重。不是，我是看你，你有有肉有点，有他刚刚也是这样，然后就会瘫。他算是癫痫吗？有没有神经科医师说是癫痫？去年我有带他去国外医院看过，然后前几年。在新庄那边看，是说他有忧郁的情形，忧郁症的情形。没关系，我观察一下。